这家伙还挺任性，泡澡之前还要先洗腚。你们不是想看我生颜白富美吗？今天他来了。你们看，满满一屋子白富美，个个还都是大长腿。作为玩，不，作为生颜艺术家，咱必须选个腿最长的。哇，你们看，他不光腿又白又长，个头也是真的大。老板说他叫水晶蟹，还说他被誉为海中皇后。那他对象不就是皇帝蟹吗？既然这样，情侣款大浴池咱得安排啊。但是我万万没想到，这家伙还挺任性，泡澡之前还要先洗腚，他肯定是被我皇哥惯坏了。此情此景，我高低得整一句，宠妻还得皇帝蟹，下一句你们俩。时间差不多了。对了，老板说雪蟹的精华全在腿上，还说吃之前一定要过一下冰水。过一下冰水，那我岂不是白腌了？但是你们看，蟹肉过完冰水，像改了花刀的鱿鱼卷一样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摆盘之后淋上我的灵魂小料汁儿，就这一排大长腿，我口水都下来了。我先来一个，我是高叶，朋友们，蟹肉特别紧致，一口下去是那种满满的颗粒感，而且比皇帝蟹还要鲜甜。对了，你们还想看我点啥？评论区告诉我。